谢谢舅舅。我也不知道买啥知道吧，赶紧就给买一个，人家都说啥也不说了，什么也不说了。到的，周先生到了，这当舅舅的哈，哥们要给他弄个礼物哈。对，哎，弄什么礼物呢？他什么小车都有，这马上要回走了，弄个自行车，也快要用得上，对不对，姐妈？对，小的都有，买个大一点的。行，哇，这里车那磨叽了，姐妈，哎，你看看哪一块？你说这自行车啊，现在买啊，他一周岁什么时候能骑得上哦？那放搁家里放着呗，他什么时候能骑，什么时候骑了。各种各样款式，什么花的、腿的、这样的、那样的、电动的都有，啊，你总不能买重复的。行，他没有这种的，然后就买个这种的。可以。这还行吗，爸爸？啊，爸爸，哎，我给他规划好了，啊，我心里都想好了。什么？等到他一岁多的时候，一岁半的时候，他能走的时候，他就可以这样，坐车上推着去。对，我小时候教子儿，我是有经验的。等到他或者两岁左右的时候，啊。大人长了，他可以坐上去，那行，然后再让骑着。等到三岁的时候，他自己都可以骑了。看没看这两边这辅助轮是可以防止他不倒的。对，看这小座椅也是可以上下调的。是的，调到最佳的状态，知道吧？还有这个小篮子呢，放点零食啊，放点牛奶，好吃的。骑着自行车找别的小朋友去溜溜达玩了。可以，是的，快点哈。姐妹，哎，这第一眼就看好这个，就选这个了。行，老板，孙总。好好好，还行。走，该躲到总车去了。躲躲，舅舅来喽。躲躲，躲躲，来来来，舅舅来了。哎，舅舅送个自行车给你哈。哎呦，这个好，正缺这一辆。你现在不能骑，先给爸爸骑，好不好？骑，你感受一下来。抓着，你看这里啊。还行。哎呦，来，哎妹。哎呦，今天我也没买上那个，给朵朵来一个好的。谢谢，哎呀，哎呦，大姐，你不要破费了，都自家姐。太破费了。没事，我跟你说，平时你带小妹都对我这么好，知道吧？哎，来，带上。带着，漂亮。来，谢谢大姨。谢谢大姨。他认生，长大了。哦，今天人多哦。上爸爸的哦。还是跟爸爸骑。哎，对了，谢谢舅舅。我也不知道买啥，知道吧？赶紧就给买一个，人家都说。啥也不说了，什么也不说了啊！我说锁住快乐，锁住幸福，知道吧？锁住平安，然后就给朵朵买了一个。谢谢大姐，谢谢。朵朵，祝你生日快乐啊！谢谢舅舅，健康成长。笑一个，给个小脸，朵朵。生日快乐，阿瑞，今天中午陪你喝去，不醉不休，不醉不休，行，不开车直接喝。今晚不走了，今晚不走了，行，马上上菜了啊！上桌，马上开始了。灯熄灭了，马上亮灯就开始了哈。啊，要唱生日歌了。好的。你会唱吗？此刻的掌声会以雷鸣般的声音再一次刷遍这个大厅，好吗？你陪我的到老，愿时光能缓。你在以后的人生，也希望你在以后的人生中，永远保持那份。纯真与善良。哦，好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太浪漫了，没想到还记得我生日。安排慢点，整个游戏最好的祝福送给最好的，最爱的甜蜜送给最亲的人，最好的爱情。小姐，给你。谢谢大哥。大哥拿的就是铁。说的那个小孩是你吗？嗯。铁，大哥拿铁。谢谢潘大哥。啊，不客气。好。好，来，干了！生日快乐！好。